台湾每年新增300名恶性脑瘤患者，其中有高达40%的患者罹患的是最难治疗的多型恶性神经胶质瘤。患者一旦罹病，往往活不过2年。前教育部长林清江、前中信集团的创办人辜濂松等人都是因为脑瘤过世。台北荣民总医院与阳明医学大学研究团队13号发表一项研究成果，发现当治疗脑瘤的调控因子微小核糖核酸 microRE423P 表现量低时，脑瘤就会复发。阳明大学药理所教授邱世华说：“所以我们发现这个 microRE423P， 因为它是副调控这几个癌症的基因，如果它正常表现的时候，它会抑制癌症基因；那它当变低的时候，反过来，反而癌症基因就不受控制了，表现量变高。所以大家有我们看到的这个基因，反而在当它变低的时候，它就会反而被活化。”邱世华表示，这项研究目前已经申请人体试验，未来希望能够将微小核糖核酸制成药物，透过体外注射的方式治疗，预防复发，延长患者的存活时间。央广记者陈雅文台北采访报道。